给流浪汉布施了一千钱，流浪汉为了感谢非要给他磕头，同修一边说不用一边闪，流浪汉没有对着同修磕沉。那么流浪汉的岁数呢是比同修大，请问他磕头同修会背业吗？这个同修躲开了以后还算是给他磕头吗？首先因为他意念当中是给同修在磕头的。首先流浪汉有没有能量都不知道啊，这种人流浪汉给你磕个头、哦、你感觉都没有的，他没有能量，他不修心不学佛，你说有什么用啊？磕好了，你让他磕了，他没有，是的是的，没有用。你不一定背，根本不一定背的了。不要吓得嘞。你说一个法师冲你磕个头，师父冲你磕个头，你就要当心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